实习医师豆格榜，奶油小鲜肉豆格蔡世新。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新室友啊。新室友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古装的人呢？我拜托不要只有我看到啊。来自名气响亮的风水世家，爸爸人称男半仙，父子俩为什么会大闹福大医院？现在请你们去睡那一间，一心都是你啊！给我起来，困了，起来，搞得了，给我起来！实习医师豆格，由娘家蔓越莓圣洁莓益生菌冠名赞助。